忙呢。叔叔，我给您倒杯酒吧。你先下去吧。下午我给局长打过电话，他说警方掌握了确凿证据，已经把这些材料送给检察院了。都问清楚了？当然问清楚了，我怎么可能不问清楚呢？这么大的事儿，警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怎么可能把这些东西送到检察院去呢？案子闹成这样，警方肯定有压力，他们会很快向检察院提起。前提是他没有犯罪。但是，如果真是他杀了那个大学生，妈。过年的，你这是干嘛呢？把我妈气成这样，你就高兴是吗？你老糊涂了！你真相信我哥会杀人是吗？你今天我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年底的杀人案已经闹到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和似水流年都出了名啊，你还打算继续在梨园待下去吗？妈，严谨他不是杀人犯，严谨已经被警方逮捕了。你的意思，赵廷辉抓错人了？抓错了。赵廷辉怎么不抓你，抓我和你爸呢？妈，严谨他现在只是嫌疑犯，他没有杀人，法院最终会判他无罪，你相信我。那个姓严的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药了？你之前对他执迷不悟也就算了，他现在摊上这么大的事儿，连咱家都被他搅和得鸡犬不宁，你还自己骗自己呢。你是不是想等他出来你再跟他好？我告诉你，严谨他这回他出不来了，赶紧醒醒吧。大过年的都好好说话，别嚷嚷。你就知道说好听的，小欧能有今天都怪你。人家赵雅玲，你就少说两句吧。小欧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你就不能让他在家里舒舒坦坦的过个年？你非要把他赶走吗？声音了，大过年的，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想采访他一下，就几个问题，五分钟就行。大过年的，你拿上门啊！他真以为我好欺负呢？想八卦是不是？来啊！你好，我是你的辩护律师严深，这是你家属的委托函。妈还好吗？她很好。老头呢？他那个脾气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猜得到。你在里面还好吗？我挺好的呀，看我都胖了。侦查阶段已经结束了吗？
暂时算是吧。等我提完辩护意见，就可以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你的意思是，警方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认定我是凶手？是的。他们这一次倒是很快嘛。这是我接受委托的案子中，警方行动最迅速的一次。看来上头要求破案的压力很大呀。法律层面我不是很懂，但检察院能够批准逮捕，至少警方给出的证据能够自圆其说。我就是想不明白，除了被害人在案发当晚去过我家，对，我俩是发生过肢体冲突，但他们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实人是我杀的呀？就那个走路像我的清洁工，这分明是有人嫁祸我。严谨，我现在是你的律师，是利害共同体，无论我问你什么，你都要跟我说实话。当然。你对认定你涉嫌的犯罪是否接受？不接受，我没杀人。好，那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跟我说一遍，要详细，尽量别遗漏任何细节。还是等过段时间再开业吧，至少要等严谨的案子有了结果再说。我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情，鬼鬼祟祟，反而会让人觉得我心里有鬼。那那些人再来纠缠你怎么办啊？报警。看到你提过一个叫刘伟的人，他是谁？小美人贩毒集团的二把手，是一个狠角色。我怀疑是他杀了翟宇，所以我跟赵廷辉说明了情况，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找到人。没有你的口供，整条证据链便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我想专案组应该十分清楚，即便提交了检察院，检察院也会提出异议打回来重审。这就是警方为什么会在证据链没有完全闭合的情况下就匆忙结束侦查。假如他们的提案被检察院打回来，这段来来回回的时间他们还可以接着补充。看来警方也是迫不得已啊。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段时间专案组很有可能再提审你，一定要认真核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讯问笔录后才能签字。记住，你有要求纠正笔录错误的权利。明白。这个案子现在对你最不利的，就是无法证明受害人是活着从你那儿出去的。这也是我最难以解释的地方。时间到了，0382，回监室。基本情况我都了解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哥。在里面一定要保重身体，该说的话如实交代，不该说的，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压力都不能胡说。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还有，那个丫头最近肯定吃了不少苦，你帮我去看看她，你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严律，季小姐来了，请季小姐。又见面了，你比我想象中要勇敢，我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严小姐让我来，一定是为了了解事情真相，我也想知道更多关于严谨的事情，当然要来。请坐吧，尝尝我这儿的咖啡。终于明白我哥为什么钟情于你了，
你的确跟他那些女人不一样。那些女人？我是说，你勇敢也很坦诚，在这个世上活得这么真实挺难的。叫我来，想必也不是为了谈论我吧？我想知道严谨现在什么情况，你会不会做他的辩护律师？严谨已经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正式立案收押了，作为亲妹妹，我当然要为她辩护。我刚刚从看守所回来。她还好吗？你应该知道，我哥曾经做过武警特战队队员，像他这种经历过生死的人，一旦知道要在一个环境里随遇而安，他身体里的乐观主义者基因就开始占上风。所以你放心，他在里面吃得下睡得着，就是想你。我的内心还有我的直觉都告诉我，严谨不可能是杀战宇的凶手，但我无法理解赵廷辉为什么会逮捕他，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在这个世上，真相是最最奢侈的东西。谢谢你的信任，只不过只有你我相信他是远远不够的。警察和法官会信吗？其他人呢？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你听过吧？现在这个案子被大量的无良媒体利用了，为了博眼球博出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疯狂渲染，甚至有人说我父亲为了我哥的案子徇私舞弊，干涉司法程序，搞得纪委都开始着手调查了。很抱歉，把你和你的家人也卷进来了。那舆论压力对案件会有影响吗？当然，这会严重影响严谨的社会形象。可能所有人都觉得，我们这种人一出生就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他们不明白，在任何体制里，个体的力量永远都是微弱的。不管你处在什么阶层，风雨一来，谁都无法自保。以你的经验来看，这场官司能赢吗？全力以赴了。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其实我今天找你来，的确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去趟战宇家，劝劝战海龙不要再在三分之一静坐了，也不要再傻乎乎的被无良媒体当枪使了，这样对你我战宇三家，对这个案子都没好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去试试看。谢谢你了，小欧。美琴阿姨。阿姨，怎么不锁门？这样很危险。你看，这是在唐高宗千里，小爷那时候才十岁。阿姨，你振作一点，小雨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这小雨还不够吗？嗯，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你走。阿姨，网上那些都是谣言，严谨他没有杀小雨。已经被抓起来了，你还在替他说话？小雨生前把你当姐姐，你把她当什么了？阿姨，严谨之前帮过你们，你忘了吗？他和我一样把小雨当成弟弟，你真的错怪他了。
你给我走！你这个红颜祸水，你还来我家干什么？战宇的案子还没有开庭，事实真相还没有搞清楚，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去三门之友？你说不去就不去。你是不是老严人派你来的？那让我削他行吗？你让老严给我拿20万，我立马就削他。你什么你？你说什么呀你？你怎么能拿儿子的死活钱呀？啊！你闭嘴吧你！我儿子死了都死了，他眼睛赔条命都应该的，我光他要点钱怎么了？你不配做爹！你赔行吗？你天天坐在轮椅上什么都不干啊，就知道花钱。我管凶手家要了钱怎么了？我跟他家要钱怎么了？我跟他家要钱讲究第一点。放开你！姐，你已经很长时间没休息了，再这么下去的话，你的身体一定会受不了的。小区的监控录像都查完了吗？都已经查了3遍了，的确没有见过战宇离开小区的画面。燕绿，警方出具的所有证据我们都已经核实过了，虽然不够完美，但是杀人动机、人证、物证全都有，已经足够支持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一定有什么细节被我们遗漏了，继续查。可是该查的我们都已经查过了，案件中出现的所有细节我们全部都查了一遍，的确没有任何遗漏。刘伟那边有消息吗？2个小时前刚刚联系过禁毒支队和刑侦支队，暂时没有。燕绿，说句您不爱听的话，目前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想做无罪辩护几乎就不可能。你们一个个这么灰心丧气，这案子能打赢才怪。一入行我就告诉过你们，任何一桩案子都是一座迷宫，只要你不放弃，总能找到它的出路。这钱绝对不能给。给了他，就等于默认严谨杀人，回头再被战海龙捅给媒体，我们就更说不清了。那我们得赶紧想想别的办法。看来我只能向媒体暴露战海龙吸毒、战宇贩毒的事实了，只有这样才能平息大众的愤怒，改变他们对严谨的印象。战海龙吸毒？你不知道啊？我也是听陈瑞敏跟我说的，他说战海龙曾经因为吸毒被逮进去过几次。怎么会有这样的爸爸？如果这个战海龙再胡闹，我只能把事情真相抛给媒体了。不行，如果我们说出事实，美心阿姨就会知道战宇贩毒，她会受不了的。况且人死为大，我想给他留些尊严，不希望他死了还被人家议论。季小欧，你到底站哪一边啊？我就问你，我哥招谁惹谁了？怎么莫名其妙就成杀人犯了？我爸小心谨慎了一辈子，只求能全身而退，结果呢？现在晚节不保，我们家老太太从年轻天真到老，临了却尝尽世态炎凉，最近她血压高的吓死人。我请你也体谅体谅我们家好吗？对不起，我能体谅。但是小雨她死得那么惨，
我真的不忍心。要不然我再去试一次，如果还不行，就按你说的办。不营业了，走吧。吃饭呀。这家老板是杀人犯，他家饭你俩还敢吃？也不怕把你俩杀了？喝水，喝水，来，喝水。有没有啤酒？这我喝不惯。来，不是战龙，差不多得了啊。目的也该达到了，该收场收场了。想让我收场可以啊，那你把老严人给我叫来。严总有没有罪还没有定论，你凭什么要见人家人？凭什么啊？你说凭什么？凭他严谨杀了我儿子，我要血债血偿。你还没完了你？我现在就报警。你报报，警察来了我也不怕。你报，赶紧报警，警察来我也不怕。等等，怎么着？小欧，你怎么来了？财神爷来了。冯大哥，你给我找个地方，我想单独和他聊聊。哎呀，这包房比楼下高档多了，这老严家得有多少钱呢？啊？哎，钱带来了吗？你要钱干什么？什么干什么？封口费啊！他老严家不是让我闭嘴吗？拿了钱我就闭嘴。我看你是想趁机敲诈，拿钱买毒品吧？毒品？什么毒品？你说什么呢？什么毒品？哎哎哎！这是什么？不，这是什么？你管得着吗？这是什么？你管不着。吸毒是你个人问题，我管不着，但我可以报警。你吓我是吧？你有证据吗？我昨天晚上跟踪你，亲眼看到你在酒吧街和毒贩交易，我已经报告给缉毒警了。我想你的卖家也不会讲义气到帮你隐瞒罪行吧？这难怪我儿子让你害死了。哎，你还真是个狠女人。巨欧，我不怕你跟我玩这个。哎，我就是一个吸毒惯犯，怎么了？我就因为这个进去很多次，我也不怕再进去一次。那你知不知道战宇生前贩毒？战宇贩毒？你跟我开什么玩笑？酒吧街著名的毒贩 KK 哥就是战宇。你胡说！你再敢胡说，我对你不客气，我告诉你。我也希望说的是假的，但是战宇生前贩毒的事，禁毒支队的人早就知道。你
可以让他们的陈副支队长向你亲口证实，要不是因为有你这个吸毒的父亲，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值钱，也不会走上贩毒这条路。你要知道，现在大众同情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战宇是个好学生，是个好儿子。如果他们知道战宇贩毒，他的父亲是个长期吸毒人员，聚众示威是为了讹严家的钱买毒品，而不是真正的为了儿子，那你说的话还有多少人会相信？战叔叔，你听我一句劝，适可而止吧。如果再这样闹下去，严家的人也不会坐以待毙。等事情闹大了，所有信息曝光了，最后伤害的还是小雨的命运。你真的希望面对那一天吗？我今天来不是想做说客，我只是想让小雨走得安静一点。他这辈子过得太辛苦，就算他生前犯了错，我也想给他留下一个善良美好的形象，不想美琴阿姨再心碎。所以你好自为之吧，不要再沾染毒品了。在一切还没有下定论之前，也不要再找严谨的麻烦。真厉害啊！哎，你是怎么说服那战海龙的？我是听陈瑞敏说他是吸毒人员，就点了他两句。哎，你可得小心啊！以后凡事告我一声，别单打独斗的，这太危险了啊！知道了。哎，冯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去三分之一工作的？有半年了吧。我当时看你和严谨闹别扭，所以我就没告诉你，我还让小芳跟我一块瞒着你。你可别生我气啊！怎么会？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乐乐。严谨给你的工资还可以吧？还行，比我之前开车每个月多五六千呢。哎呀，说实话，我打心眼里真的感谢严谨。严谨有什么消息吗？严慎去看守所看他了，说他状态还不错。那严慎没说这官司胜算有多大？我也不知道，但看他的样子，这场官司应该很难打。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相聚在这里，为战宇同学送上最后的一程。愿天上没有痛苦，战宇一路走好。接下来向战宇同学行三鞠躬哀悼。一鞠躬，
姐，我们会依据事实严惩凶手的。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警察同志。哎，纪晓鸥，纪小姐，纪小姐，请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问你们这有没有关系吗？请问你们只是来祭奠战友。请问小姐，各位各位各位，我们只是来祭奠战友，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啊，不好意思啊。小雨，接下来了。那首《我愿意》，我还没有学会呢。你下辈子接着叫我拉，好不好？姐，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做你爹。你放心，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请问您今天来此悼念，是因为之前的背叛让您心怀愧疚吗？小姐，严谨是为了你杀害了战宇吗？你们之间存在三角关系吗？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吧。小姐，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小姐，说两句。小姐，说两句。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小姐，我今天来只想参加我弟弟的葬礼。如果你们那么想知道我的感受，我就借此机会澄清几点。第一，严谨没有杀战宇，凶手另有其人，请大家给予警方查明真相的时间。第二，我、战宇、严谨三人的关系并不像网上说的那么龌龊不堪，一切都是有人恶意捏造。第三，请求各位媒体尊重死者的家人和案件相关人员，不要再打扰他们正常的生活，真相迟早会公布于众。也请你们今天给战宇一个清静，谢谢。谢谢你能在那个时候说那样的话。我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儿，我相信你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总会有人擦亮双眼。你觉得我特别像一个傻丫头吧？来，
希望严谨能安全回来。一定可以的。我入行快10年了，经历了各种希望渺茫的案子，但最终都打赢了。这一次，也一定会的。你快看，6年前严谨涉嫌杀人。这个案子过去这么久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被翻出来？严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严生，6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当年我哥做武警的时候有两个好兄弟，一个是老程你认识，另一个叫孙佳玉，他们都喊他二子。二子在当年的贩毒案中做了卧底，不幸在最后的抓捕行动中牺牲了。我哥也参与了那次抓捕行动，他中枪昏迷，醒来时却莫名成了杀害二子的凶手。因为孙佳玉身体里的子弹是从我哥枪里射出去的，这让我哥彻底背了黑锅。当时的情形和现在一样，我哥被捕，众多不利于他的证据，我们全家都觉得他没救了。你不知道我父母当时有多绝望，可我当时还是个新手。但我的老师沈立言是咱们这儿最好的律师，我父亲亲自去请他替我哥打这场官司，而我就作为助手配合他参与了整个案件的辩护工作。一审失败，被告人严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就在我们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可以翻盘的证据。我通过案发现场遗留的一只鞋，找到了一个制毒小马仔，叫张国强。他在庭上承认是他用严谨的枪射杀了二子，而沈老师就在二审的法庭上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大翻案，我哥这才被无罪释放。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哥心里的痛，所以事情过去后他从来都不愿意提起。只要不放弃，一切真相都会水落石出。等开庭时间一到，咱们就等着给严谨判刑了。这案子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大家回去都能睡一个安稳觉。怎么了，头儿？累得都不想说话了？没有，就是总感觉这心里吧，还不是很踏实。案子可还没审呢，而且那严大律师，之前过往一场官司可没输过，这次又是替他亲哥哥当辩护。目前，证据确凿，杀人动机明确，除非有奇迹的出现，否则严慎不可能打得赢这场官司。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案子还是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刘伟也没抓到，而且还有很多谜团在咱们头顶悬着呢。
沉默，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哦，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离去，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失去世界也不可惜。